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带大家来到了 Ladera Ranch 来参观一个非常漂亮的二手房。那这一个房子呢，它是五房四卫，3909尺，占地7365尺，双层双车库，建于2002年的独栋别墅。那整个房子呢，它的外观都是非常漂亮的，整个小区呢，绿化也非常的多。那这边的小区呢，它有泳池啊、会所啊、足球场、网球场各种各样的设施，生活起来呢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一边呢，它距离海岸线的距离是非常近的，尤其是距离拉古纳尼哥这个城市的海边是很近的。好了，现在跟我一起来参观一下吧。